有朋友在问，练平甩功之后还可不可以练其他的气功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说实在的，平甩功适合任何人来练习，以及呢，如果你有任何你自己的功法，或者是呢，你有你喜欢的运动，平甩功都可以来做暖身，以及来做你最好的收功。李凤山师傅的平甩功，它是第一个动作。如果您学了平甩功有兴趣，可以到我们的李凤山师傅新北市首度开办的板桥道场，板桥道场会让您学习到整套的李凤山师傅的养生气功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地址就在东门街30-2号5楼，东门街30-2号5楼，一切顺利。